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要有请我们的60号选手上台，同时有请我们的61号选手做准备。60号选手周雨佳，他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是《囚娘》。60号选手您好，我挺喜欢这首歌，也挺喜欢你唱的，我觉得也是就是
我能听到你是很细心的处理过的，但是呢，就是这个气息上面的问题，我觉得你应该去多训练一下，因为很可惜，我觉得发现，因为不止你一个人，今天下午有不少的选手，就是高音的时候和大声的时候，都挺有这个爆发力的，然后到了小声的时候，好像就是我好像就要这样去听，就听不太清楚，然后听不太见，然后气息的感觉就是有点连不上，有点断开了，就是这样。谢谢。我给你多说几句哈，因为那个我就希望你这一次来呢，不仅是一个就是说参加比赛是一个锻炼哈，我希望你在这次比赛中能得到进步。啊，所以我给你再讲几点你的就是欠缺的地方哈，就是整体呢，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走甜美路线的，声音很甜的，声音一直都是比较甜美的，然后表演上你回去好好想想了，这个我就不多说了，因为欠缺的地方稍微有点多。表演方面啊，怎么样入戏，怎么样怎么投入进去，怎么样哪里要做什么样的动作，可不是说一直就站在台上这样乖乖的唱，很乖的哈。但是首先就是说你在怎么说，就是声乐爱好者，应该说在声乐爱好者里边呢还是不错的啊，因为就是说节奏比较稳定，音准也比较好，这些肯定是有不错的地方哈。但比如说你的声音上要唱这首歌《囚鸟》啊，他唱的什么东西你要知道啊。然后再说的细一点哈，就比如说你这么甜美的声音，你处理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那个鸟还有很多，你的尾音都是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你是鸟老高，你都是这样唱的，都是这样，就是那个东西有点太多了。其实它只是到结尾的时候，我是被你囚禁的鸟，再带过就好了。不，鸟高，鸟就是不用那么重的哈，因为它是一个句的最后一句一个字哈。很多东西就这个，就是小东西，小东西有点多，就是那什么哈，然后哎呀。然后下来有别的东西再慢慢说吧，因为刚才我也没有用纸记下来啊，因为小东西比较多，只是希望你在这次能得到进步哈。 谢谢你哈。好的，也谢谢我们的评委老师。接下来就到举牌时间了，三位评委老师请准备好，三二一，请举牌。好的，那我们看到这位选手呢，也是我们这位选手很被淘汰了，谢谢你的参与，希望你继续努力。大家好，我叫周雨佳，来自湖南岳阳，现在是 Agrobiotech 的一个学生。然后之前有学过唱歌吗？之前没有学过唱歌，但是有在声乐老师家寄宿过两年，所以还是稍微了解一点这方面的知识。那自己很喜欢唱歌吗？本身？对，我自己很喜欢音乐。OK， 然后之前有参加过比赛吗？正规的比赛没有参加过。那你现在紧张吗？还挺紧张的。然后今天是自己来参加比赛吗？是的，今天旷了一天课过来的。OK， 那为什么要选择来参加这次比赛呢？当时是在朋友圈看朋友发的这个消息，然后想着自己对唱歌比较感兴趣，就好玩过来报名参加一下，也算是挑战一下自己吧。然后周围的朋友跟家人知道你要参加比赛吗？暂时我没有让他们知道，因为我是想到时候有一定成绩的话再告诉他们会好一点。那对自己这次比赛有信心吗？就是做到自己问心无愧就好了。Okay. 因为我看到场有很多的专业的比较厉害的，所以也算是过来学习一下吧。那如果今天没有进入决赛的话，就会觉得很遗憾吗？我觉得不会啊，我就是过来好玩一下，然后认识一下更多喜欢音乐的朋友。OK， 然后今天要唱什么歌呢？今天唱的是《囚鸟》。这是谁唱的呀？原唱是彭羚，翻唱是田馥甄。Okay. 然后，那你觉得自己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挺喜欢这首歌吧。OK， 然后觉得自己希望自己进入决赛吗？这当然是希望的。至于能不能的话，就是看运气了。OK，
然后有什么话想跟支持你的家人呀，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吗？嗯，我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谢谢他们一直支持我，是真的。还有就是对我身边的朋友的话，他们真的就是一直不离不弃的在保护我，在关心我，在爱我，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被他们看到的话，我在这里特别感谢他们。巴黎华人好声音，让世界听我唱。